掌声好不好？谢谢。非常感谢而且感恩的一个行动。首先我们亲家公跟亲家母，我们请退后两步啊，会长请退后两步，来大步慢慢。在这个地方，今天有这样的日子，有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来给我们这一对才子佳人来做见证，我想今天最主要归功我们这对才子的家人、父亲、母亲，今天才有这样这么隆重、这么温馨的一个场面。首先，我们要请我们今天我们的亲家公跟亲家母你们要接受你们女婿跟女儿深深一鞠躬来感谢你的业障跟爸爸妈妈养育之恩，来行一个大礼来。感谢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好，我给他们掌声好不好？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来，妈妈高兴的眼泪都要掉下来，我想放心，你把提针交到我玉山的手里，请你放心。那来，现在我们玉山的提针要感谢你的爸爸和妈妈以及。你看，这就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女儿相当有爱，来，我们请父母，相当温馨相当感动的一刻。来，亲家公、亲家母，我们请上前哈。那现在，我们因为今天的时间相当的紧凑，而且来的贵宾、亲朋好友相当的多，那我们会长特地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最。大最我们可以说在我们桃园县三届就是三任的这个桃园县的一个县长，那就是我们这个国公，我们前桃园县县长，也是我们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荣誉主席，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国公。基层的一个典型，除了单
担任桃园县村里长联谊会的会长、主席和会长以外，还做全台湾村里长联谊会的会长，所以他是真正代表基层意见的民间的意见领袖，而他也非常能够把基层的声音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表达出来，受到大家的尊敬。尤其他家里有个贤内助，郭太太是桃园市代表会的主席，所以一个里长一个主席，还跟一个代表，可以说是他们的工作就是为民服务，为地方服务，而且只要为社会有利的事情，他们就一定很乐意参加。我看刘辉兄，他除了做里长的联谊会以外，他对社区的服务，什么防治犯罪了，甚至什么爱与祥和了，守望相助了，任何出钱出力的工作，他都乐意参加。所以今天好有好报，他的儿子看起来是非常英俊潇洒，很有眼光，也娶到叶小姐这么漂亮、美丽、贤惠的太太。我们亲家公叶先生是我们桃园南门市场里面非常有信用的一个实力商，如果把他的千金嫁到郭家来，我看我们做父亲的嫁女儿，他们说话就很干了，我而且你放心，你不但给我少掉一个女儿，你多了一个儿子，郭府的传统是绣过啊，绣过和夹过的。所以你的女儿一定会在国家得到最好的照顾。我们觉得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我们的社会真的是在进步。我们希望新郎新娘抱着感恩的心情，你爸爸妈妈以前结婚准备我结婚，你今天有这个场面，是你父母亲的努力，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希望你们抱着感恩的心情，一代比一代强，然后回馈到我们的社会去。我今年郭永辉先生为什么叫我做证婚人，而不叫吴志良做证婚人？因为我的孙子比吴志良多，奥产业台湾是古产业，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希望你们结婚以后，早生贵子，让你们的爸爸妈妈有含饴弄孙的快乐。我最后，我今年结婚50年，我的经验，夫妻两个人感情再好，有时候过后嘛，一点我下也哈一下，但有一个人开始声音大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千万不要火上加油，那怎么办呢？装聋作哑啊，装聋作哑。所以有一条歌我想教你唱，有一首歌你侬我侬，歌词我给你改，怎么改呢？你侬我侬，我耳朵聋，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再说一遍还是不懂，你说你爱我我就听得懂，我唱一遍给你听好不好？掌声一下啊，这个好像是句子啊，你侬我侬，你侬我侬，我耳朵聋，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再说一遍还是不懂，你说你爱我，我就听了。